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第二種咧就係洋葱素啦。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咧，洋葱咧含咗一種名為 quercetin 嘅成分，咁啊能夠令到癌變嘅細胞咧無法泵出乳酸，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喎。咁第三種咧就係粟米芯素啦。癌細胞咧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嘅，能夠不斷自我修復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種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質啦，係能夠有效抑制呢個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過程，同埋加快呢個癌細胞滅亡嘅。四次翻嚟啊！好，咩叫快活不知时日过咧？讲啲话题，我今日系咪冇心机做节目啊？明明第三节好似赶收工咁，话第四节喎、啊，真系快得咁紧要，夹子人啊！你话，唉，真系。咁我咧就继续讲翻转头。其实你先头我哋第三节嬲尾嗰度咧，讲到执笔嗰度咧，差唔多系最后嘅。应该是摆到最后的，都冇所谓啦。我哋知我哋都闲谈，我哋而家最紧要讲到内容啫嘛。我同你冇内容都冇所谓嘅。我成日而家有句嘢好深刻嘅。啲网友啊，见到我哋两个就笑噶啦。原谅我哋噶嘛。我哋试下第日唔讲嘢得唔得噶？咁啊唔得，嗱咁啊唔得，太离谱啊！咁啊，讲完呢个五功化妆。器官啊，咁啊，跟住咧就，嗰度咧就应该摆最后嘅，应该跟住落嚟咧吓，就排到期殡仪馆，即系譬如世界啦，曼谷咧，啊曼谷啦，香港殡仪馆啦吓，甚至乎你再悭皮啲嘅，就喺你帮衬嗰间殡仪馆入边做都得，即系点啊？边个？即系唔使去个租大堂咯。哦，即系再悭皮啲嘅，就喺医院入边做都得。唔系医院入边，出边即系攞出嚟。啊，攞出嚟梗系唔假，咁啊梗系啦，系啊。跟住啲亲人装下香，跟住直头就车去化。系啦，咁啊最悭皮最快脆吓。咁啊，喂，而家系咪啲纸棺材噶？总之而家真系，总之我话俾你听，最平啊，系咪啊？你冇廿万，你唔好死。最少啊，你冇廿万，你唔好死，要搞得似样嘅。你唔使，你冇二十万，唔好死。如果有廿蚊咧，廿蚊搞掂得啦。咁佢咧就，我啊同个女讲咗噶，你唔好同我搞咁多嘢啊。你搵张石好，你总之你同我化咗灰佢，你唔好风光大葬啊。我唔 like 噶。我话你同我化咗灰，喺翻我出生嗰度。天水圍嗰度，嗰度有條河嘅，啊！你搭廿零蚊的士去到嘅咧，啊，潑潑落去得噶啦，喂，你有冇大家利是講啦？有冇同嗰啲女話講下第日有乜嘢東西？有好似我咁啊？係啊，是 Q 蛋啦！我係中意海嘅，我中意海唔海嘅日子。啊！你又走條河路啊！我潑落河，有啲嗌去東莞啊，有啲嗌去珠海啊。總言之係揾食啫。最好嗌緊啲去啊，去荷蘭啊。唔係啊！我而家呢期我去過台灣，我中意咗台灣啊。咁咪你咪叫佢。睇漂唔漂到去嗰頭啊？嚇！咪揾個煙盒入啲過去，入啲過去叫。唔係又死翻大陸嘅真係撲街啦！真係，你記得唔好快做中港司機喎。要仲要寫住兩個字去台，寫住幾個字去台灣啊！咁啊，咁樣咧就
越便宜越好，越簡單越好，又不用禮拜，又不用找朋友，哎呀，什麼不用通知，隨便啦。應該呢，我估計呢，即是我們這一代還有得拜一下，即是拜一下先人，我想再過多一兩代都不知道有沒有人拜。唉，不用說了，買個這樣的鞍位的盒仔，哇，多少十萬就黏了線啊。你真的不想不說都不行的，不想我媽媽現在住那裡，屯門，哪裡不要說，十年前買的，80,000元，現在說沒有20萬都不行，妖你老母入到去黃金金，黃金金嘅，好似呢個啲拖頭嗰啲咁嘅嗰啲貨櫃啊，你係咪揸貨櫃噶？嗰啲貨櫃咁樣又窄，哇！折刀啊，黃金金。咦？係咪正式噶？係係好係戰前嗰啲起嘅，好聽講話。唉，而家都話死無葬身之地。真係噶，你真係好似～現在不是，現在有那些紀念公園嘛。是紀念公園不要去啊，那些人說呢，哎，本來我想說南和佬的，不說著，那些人說，是不是人民逆運的又啊？那你自己，有沒有親身經歷啊？是沒有啦，那些這樣的什麼公園嘛？紀念公園嘛。啊，紀念公園啊。啊，你好少問我，好少問我。试下问下你啊，唔系啊，我唔尊重你啦。其实你识嘅，你试下，我识唔识啫？咁都少一餐嘅两条友啊！佢咧就咁，佢又唔系埋落地底嘅，就咁样渗落去嘅啫嘛。系佢落两场大雨啊，渗咗落去噶啦。唉，我最惊佢咪渗落去。其实呢啲咧真系唔好做。其实即系嗰个人咧，唔系人都挂跳咗啦。即系唔系？最紧要我灵魂去咗边度啫？嗰个我就唔使讲噶啦，十八层地狱层层都去云嘅。我就去东莞啊、布吉啊、二拉村嗰啲啊，有地狱咁嘅名嘅咩？可能有，你点鬼知啊？咁啊系啊，第日如果我知道我就通知你啊。咁佢咧就劈落地下，大风吹又可能吹咗去。有些冇厘头，有夜晚黑有只唔知死嘅衰猫衰狗，我喺上面屙到尿，即系唔系我啊？即系如果我识个朋友又好，我亲人又好，咁样咧，我就觉得自己都觉得唔舒服。咁你渗落海都系嘅啫。唉，唉，总之你好咗，好咯，自由自在咯，即系有种咁嘅感觉啊嘛。你喺地嗰度就唔得自由自在，咪自由自在咯咁啊嘛。啊，去海度随水漂流，几自由自在啫。即系其实乜嘢都做俾生人睇嘅啫嘛，个生人觉得舒服咧就舒服噶啦。系啊，系咪啊？咁你唔讲冇人知噶，人哋都冇谂到有猫喺度屙尿。讲有猫喺度屙尿。我而家呢期我屋企养猫啊嘛，如果我呢期屋企养狗咧，我就讲只狗噶啦嘛。啊，一个唔好彩，我斜视。总之人一死野猪咁喺嗰度行过，咁你死咗乜鬼都冇噶啦，仲谂多？咩都系生人睇，做俾生人睇嘅啫嘛。咁我系生人嘅时候，我见到有朋友啊、亲戚好咩都好，咁样摆喺嗰度咧，我就觉得唔舒服噶啦。起码咁我个心理里边话俾自己知唔舒服。咁如果第日我到我嘅时候，喂唔好劈喺嗰度啦，横掂都劈啦，不如就一年内。垃圾桶啊，快脆咯！咁啊系嘅，横掂都当垃圾噶啦。但系啲后人唔会咁咧，咪就系咯。既然都话系俾人睇咯，就算你而家都系噶，你而家同个女吩咐点点点啊，到时佢嗰套啊，到时佢嗰套噶，系啊，叫你冇到时搭火箭射上去火星都唔定噶嘛，到嗰个时候系咪先？真唔系，有冇出奇啊？有冇咁长命啊？等到个科技咁发达，黐线嘅。嗰陣時啊，已經講啊，有機會啊，啲 DNA 啊、解碼咩啊、打支針啊，個個一千年、一千歲嘅，你冇睇冇聽過啊？冇喎、啊，得閒多啲睇下呢啲啊，唔好成日睇小説啊。小説嗰個唔講嘅真係啊。講到邊度啊？而家講到即係死無葬身之地啊！其實我想講南和佬嘅，講啊死無葬身之地啊，其實就應該咧就。时时啖啖豉油捞饭咧就好噶啦。其实佢政府可唔可以硬性规定？
你而家成 Q 日，屌你老母谂嗰啲位，屌你老母赤岭，炒到几廿万，屌咁啊！其实政府阿林郑月娥嗰啲倾下，喂，有冇硬性规定全部肥落水抌落水噶？冇，屌抌落水嘛，唔使成日啲后人冇，因为你唔系共产党。共产党啊，啲后人破骨扬灰抄你出嚟都冇问题。成日搵嗰啲位，屌你冇点谂啊？喐啲啊，话十几万，喐啲啊，十几万，你点谂啊？你而家我都话啦，我哋去做泥头车最简单啦。而家新开有个位啊，好巨型，好大噶。我睇望埋去啊，大过呢、這个新开嗰、那个喺边度嚟？柴湾嗰、那个大概唔知几多倍啊！堆填区啊，系冇错，就喺垃圾堆填区隔篱稔湾，即系龙鼓滩一路直去到尾。哦，稔湾，嗰个叫争，那个地方叫争嘴。争嘴我又未听过，稔湾我就知。稔湾隔篱嗰个地方叫争嘴啊，填好晒而家。唔系咁，你嗰度谂住我嚟做咩？有咩人哋就系做骨灰灵位，唉，嗰啲又系俾嗰啲人揾钱，你唔系政府嘅，唔知系咪政府噶？啊，你我而家好似系政府嘅添啊，仲系。屌你妈！你政府林郑月娥应该起多公屋，起多啲骨灰庵，咁啊啱啦。系啊，你知道香港人系咁样噶，八鸠都话炒。唔系啊，你听我讲啦。第一嗰个位咧，喺我嚟讲啊，不知所谓嘅。旁边就是垃圾堆填区，不是泥头堆填区，是垃圾堆填区，所有香港所有的垃圾大部分都在那里。那他现在另外那幅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不是，隔壁就是做争嘴做骨灰庵，黐住他。哦，我们揸架车走过在入去要闩晒窗，臭到不得，那些乌蝇嗡嗡嗡，好犀利，乌鸦，还有他入面有那些化学物品啊，啲化學嘢啊，倒啊！我識到啲司機啊，喺東涌車嗰啲化學嘢出嚟啊，喺嗰度倒啊，好高人工噶，一個月就做唔知做幾多十轉就唔知幾兩三萬蚊人工噶啦，啲人做幾個月都唔做啊！哇！點解啊？嗰啲化學嘢咧，你去後邊拆喉好咩都好咧，會黐埋落你個身度，佢唔想將啲大學化學嘢帶翻屋企啊！個個帶個豬嘴防毒面具啊！佢就喺佢隔離。喂，又拆開嚟講咧，即係扯開嚟講咧，大陸嗰啲垃圾撇去邊度㗎？同香港一樣，又係堆填區，又堆填㗎。咁佢大陸唔怕咁鬼多地方，又係堆填。我就係啦，因為我就負責抌垃圾㗎嘛，我老婆唔會抌㗎嘛。出面裂口嗰個垃圾桶咁鬼大個，晚晚都滿到咧，滿到瀉咁滯，有啲仲擺喺呢出邊。哇！究竟香港一日，你睇我定係淨係我哋一層都咁多垃圾啦？香港有幾個地方收嘅，稔灣係一個好主要收垃圾嘅地方。點解咧？你香港離島嗰啲咧，揾啲等船運過嚟，都係。運去離島，稔灣啊，離島嗰啲垃圾都係香港嗰邊啊，嗰邊邊度有呢啲地方俾你咁樣堆填啊？咪又係運去稔灣咯。咁，於是乎咪成個大個垃圾場咯。咁，我哋去嗰度做咩啊？我哋運啲泥過去咧。咁你譬如嗰啲垃圾砌到幾高啦，咁啊跟住上面拱幾多泥去冚住佢噶嘛，一層層一層層咁上，咁一路掘到上山噶啦，已經好高嘅。你整一个争嘴嗰个咁样嘅位咧，就喺佢侧边，臭到你冤。点解我会知咧？因为嗰笪地咧，佢搲个泥嘅时候，做个地基嘅时候咧，我又去嗰度倒泥嘅，去填啊，填啲靓泥落去啊。因为嗰啲泥咧黑掹掹嘅，原本嗰啲泥唔靓咧就滗走咗，就填翻啲靓泥落去。咁我哋就喺嗰度倒啲泥落去，一入去就臭到不得了。佢喺佢隔篱啲咁臭。咁你就係先人喺嗰度咧，就恭喜曬啦。可能冇人買咧嗰啲位，如果咁臭。你知我哋香港人啊，中國人啊，你逢係同佢講咧，焚化爐燒垃圾啦，好啊，我贊成。不過唔好喺我屋企隔離。係啦，咩嘢都係噶啦。啊，起骨灰庵，我第一個舉手贊成。不過唔好喺我屋企隔離。
有啲離好鬼遠都喺度，係有反對，唔係有反對嘅喎。總唔知道就唔好喺佢屋企隔離啦。喂，而家唔係㗎，而家屌咩有啲嗰啲公屋啊，嗰啲有啲人死咗搬咗啊，話明嗰間空宅啊，你冇屌你乜你話俾你我去啦，大佬，而家啲出面啲租咁貴，以前冇人要啊，係咯，而家就爆曬棚啊，都爭到要啊，而家你唔好講死人啦，出面啲租幾犀利啊，以前你住得低層，下低垃圾房嘅唔要，係啊，要求多多啊嘛，有啲咧信風水，所謂信風水嗰啲咧。公屋都係一好多一條巷，就兩邊噶嘛。你 Y 型又好多係一條巷兩邊噶嘛。嗯，你一個三叉啫 ，Y 型嚇、啊。一條巷兩邊嘛，最尾嗰間唔要。嗯，而家撲都要嘅，不揀唔好揀地方啦。係啊，啊，即係嚟到啊，太過分啫嚇，因為太過貴，交通費。哇，講下講下，我哋講咗第二樣。好似，你仲有嘢講啊？少少啦，就要夠鐘頭講埋嗰些少啦。你喺一個咁嘅地方，你都做一個咁嘅擺骨灰庵，你即係死無葬身之地。我俾個位你要執到個舞台，如果係政府搞嘅，我諗佢99%係政府搞嘅，99%。因為如果你私人搞，點揾個咁嘅地啊？喂，你有冇見過人哋私人搞嗰啲啊？整得好靚，又龍雕、龍雕鳳啊，又好似花園泳池，有曬噴水池啊，咁樣噶嘛，故宮咁樣噶，係靚啊，靚噶嘛，好多雕刻噶嘛。佢嗰個我睇個衰樣，同埋做嗰間公司係禮頓啊嘛，因為禮頓係專接政府嘢嘅，證實唔係私人噶啦，唔係私人承建商，唔係私人搞噶啦。有冇人買嘅咧？嗰啲夠平咪啫，平啦，係啦。啊、第日或者佢第日堆填區嗰度堆完唔堆噶啦嘛？唉，咁啊仲慘啊！住喺啲垃圾上邊，有靈有性嘅都變咗冇啊！唉，而家冇辦法噶，而家啲地貴少。總言之咧，聽到我哋嘅網友一於就贊成我哋嘅意見，我就當垃圾掉咗佢就得啦嚇。嗯，唉，我而家都講講下，我都發覺自己成嚿垃圾咁啊。唉，好啦，今集就出資做完嚇、啊，多謝各位，多謝各位捧場，拜拜，拜拜。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